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一个简单实用的方法和技能。我们在户外钓鱼、游玩的时候，这个方法我们一定会用到。所以说，今天跟大家特意分享一下鱼钩绑钩结最简易、最快速、最实用的方法，大家一起看一下吧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首先啊，下边这是一根鱼线，咱们用这个较粗的线给大家测试，便于大家看得清。我们用它给大家示范。咱们拿起线头，两端正反向搭接，也就是钩柄和钩底方向是正反的啊。然后我们钩柄上方的绳子开始向钩底方向进行打结。打结的方法更是简单、快速、方便、实用。这个方法我们缠绕几圈之后啊，感觉够用了，随时可以收尾。收尾的解法，抓住缠绕的节点，就这样。拉动上方的线头，直接就收紧了啊，特别完美而又实用，绑钩必备技能，大家可以学一学，用一用。